如果不点了赞吧，我把你裤子给你扒了。来呀，什么辅助随便，什么辅助都可以，问题不大，就这么点啊。整点能往前冲的英雄，啥布隆日女啦，哎呀都可以，近战就行，只要辅助带控都是挺厉害的，能给我们打配合，只要在我们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多少范围啊，反正就是有人被控制住了，我们就可以立刻往前冲，冲向敌人，然后打个八枪，啪啪啪啪啪啪。皮肤，我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个啥呀？这左上角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怎么好像跟我们画风不太对呢？这画风不一样啊！这个去做游戏了。这是天使，好像是个天使。这把让你看看啥叫伤害啊！这把让你看看啥叫伤害。上来就给我套点盐，哎呦兄弟啊，延迟了，王者应该闪现一扣好了，你知道吧，我不是不给加血，我是给加血卡了，没认出来，按半天没出来，黑上，这还闪啥呀？这，彪！我差不多，这英雄现在已经有点得心应手了，可以打。你只要勾得到就能打，你只要勾得到就能死，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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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嘲讽的好，我不是远程抠，我吐了。哎，刚才那个抠不是远程抠，我头都大了，那是近战抠，还没抠着人，这判定有问题。溜溜溜溜溜了溜了，哎，有点帅，这就是一个帅帅的英雄。但是他无法成为我的英雄，因为他是个 ADC， 可以上单，上个屁上，还上单呢，上单让人打出死，给我干，可以干，哎呦我这一口。我又加血又没摁着，兄弟真不能赖我，兄弟我真的摁了，当哎呀这卢仙，哦漂亮兄弟，我现在已经有点无敌了，说实话真的已经是有点无敌了，等我升个六兄弟，好可以干了，可以打，哎呦兄弟这也来了，等我来 nice。想杀我你可以试试，666啦，
小意思吧，兄弟。这奥比亚马就是个屁，让他来。哎呀！走，我们回家。让你看看什么叫虚区，看见了吧？这位看见了吧？什么叫新英雄的虚区？让你明白。干，我又来了。天杀的秦景啊！哎，挡一手。比如。给我越塔来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，我拦不住了，我杀红了眼，给我死呀，摁错了，给你加个血，老弟。哎呀，老瞎，老瞎往哪走？这英雄远程伤害是真低，不过他单挑很猛的，他可以挡 ADC 的伤害，你知道吧？他打那种 AD 单挑几乎我觉得是无敌的。他有个亚索风墙，你说你怎么跟他打？这就是漫游枪手，跟但丁差不多，可以一小兵一人加攻速。不过这个英雄有一点不好，你知道啥不？就是他这个 Q 吧，可近战可远程。当他这个 Q， 哇，这太猛了这！这大旁边没人，不要放！我们继续刚才说那个东西啊。他这近战如果有人儿，你想丢远程丢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比如说我在这打人呢，突然之间这地方有个小兵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想去打这石头人，我想丢他一下，不对啊，这得正对着，差不多这个位置吧。你看就不让丢，就只能用这个，用这个甩勾他，没勾着丢，再比如，再比如，再比如，比如，好，这边看看啊，过来一 QA 接 W 接比如，比如到了，哎一下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牙没塌出来，是，比如，比如加血一过来，比如，嘟嘟嘟。一过来加攻速 ，A 接比如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一过来就啊！太塔吧，兄弟们，这大招好像不能自己控制，不受控制这玩意儿。你想结束，好像不让结束，不让摁，就只能在那射，不射不行。哎呦我操，这也太好快的枪啊，剪灯笼。哎呀哎呀，我应该挡一手的。哎哥们儿，一过来别着急啊，比如一枪 A 接比如接比如接一颗耳链，突突这波我疯狂吸取，他投降了，他妈气死我了！哎呦我这波这一手黑玫瑰直接进场，无敌了这波。不让我打完最后一个大，有点讨厌。我就打个野吧。